今天来增上寺，这个发音特别的难。增上寺在东京算是很有名的一座寺庙了。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它有那个埋葬了六位德川将军。那现在好像他们是不是在放一个关于德川的那个电视剧，非常有人气。第二你也可以看到，东京塔，也就是说它坐落在日本的中心地段，非常的黄金地段呢。来到这个增上寺非常大，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小娃娃的这种石像，就是说据说是很多死的孩子或未出生的孩子的一个，好像是给他们怎么说的墓地吗，应该算是墓地吧。你看可以看到东京塔，这个是它的本殿，里面真的是金碧辉煌，里面供的是，我忘了是供的是释迦摩尼吧，应该是。这个是三门，不能照到整个全像，很可惜。